起来，这个老板，来，钱老板，来，钱老板，来，老板，来，你，呀，住手！哎，有什么地方对不起，要拆我招牌？那你把这盘先吃了，你给我吃了。给我舔干净！第一呢，你是不够资格的。你是龟，就得像龟一样爬过去。爬呀，哼！你以为武力可以解决一切吗？啊？当然可以。如果我会武功，我爸的腿就不会被打断，你的牛河店招牌就不会被人拆了。说的对，你这样的个性，不学一点武功，早早晚晚被人家打死。不过你不要出去学，我平常教你的那些都是功夫啊。别逗了，就练那些什么洗锅什么翻锅。哎，洗锅翻锅都是武术的基础啊。人家说一挡二立三功夫，你那些是功夫吗？啊！有种你来！你用你那500磅的力打过来，来呀！呀！系统。